大家好，我叫华仔。那我是来自东莞。我是最早接触威士忌是在2009年以前，自己接触威士忌可能是在一些酒吧里面喝一些调配型的威士忌为主。香港开放自由行的时候，在免税店里面会有一些叫做单一全麦的威士忌，会比我们平常喝到的这种会贵那么多，是为什么呢？那然后我就买了人生的第一瓶单一麦威士忌波摩12年，第一次打开来要喝啊，结果怎么这个酒会有一些烟熏啊熏肉的味道，我是想不明白的，就怎么有那么奇特的味道。然后就不断的去搜任何资料去关于它的一些东西，就自己去买一些书籍啊，或者上一些论坛啊，一些交流的一些平台啊，知道了什么叫做单一麦芽这个东西。最开始的话，我会一面的去想着怎么样去找更好的酒、更稀少的酒、更贵的酒去喝。那现在我的心态其实真的也是有所改变，其实还是跟哪谁喝会比较重要一点。因为就是我也在以前的一些论坛上找到我关于酒的一个导师嘛，就是我的严老师，他是在台湾，基本一个月会过来这边澳门或者珠海去度假这样子。他每次过来，我就每一次开车或者坐车去找他喝酒聊天，等于说见网友了嘛。就是他教我怎么样去喝，教我分别很多的一些种类，包括他也每次见到我，他会拿一些样品给我去尝试。所以那时候就是自己对于这个东西太感兴趣了，所以也是玩的比较专一点，对，然后进步的也比较快。他也不仅仅是酒的一个老师，其实他也教我很多人生的东西。自己拥有一瓶就是那个叫做拉夫格的那个1974，那个是我自己觉得比较骄傲的一个事情，是因为他当时那瓶酒只出910瓶，然后其中我那一瓶的编号就是001号，我们叫天字第一号。所以这瓶酒也是代表了这个酒厂最高水准的一瓶。当时那个收藏家也不知道这个是这个编号是001，我买回来之后才知道了，所以就特别激动。当时鸡酿这个店是在2013年年底开始营业的，因为我们也算是东莞真正第一家以威士忌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清吧。然后我们店的话就不定期的去跟酒厂一起去合作，会有一些品牌的一些品鉴会。我们开了之后，这几年不断的也有新的一些威士忌跟 cocktail 的酒吧也陆续的在这个地方去开业。基本上这十几家的主人都来过我们店喝酒。我们达人会刚开始创始是11个会员，然后当时就是在北京，
除了我跟严老师是一起去的，就组了一个局，麦卡伦从1957年一直1958、1959、1960这样数下来，大概十来瓶左右吧，就这样一个垂直的一个品鉴，基本上也是前无古人的。聚在一起那一刻，就觉得啊，我们应该要为这个中国威士忌的推广做出 一点贡献出来嘛。当时在2010年就创立了这个威士忌党会，这个真的是人生中一定要记住的一个时刻。然后现在发展到大概200号人左右。今年我们是跟那个 Whisky Magazine 作为一个联合去举办这一次我们的一些聚会，我觉得意义是非常重大的。我们也向国际的市场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威士忌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，我喝下去的那时候它已经融入我的身体，所以我的身体是不可能缺少它的。